今天分享呢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但是也算是好消息吧。就是我之前分享过的327那几个好看的配色呢，终于补货了。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之前分享的那一期327的视频呢，我建议你先去看一下，因为这一期我不会再讲到之前讲到的一些内容点了，比方说尺码的选择、材质的区别、脚感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关于鞋款本身的详解呢，我就不在这里再提了。那这一次我们只关注于鞋款本身，以及我自己对于这几个颜色在冬季的一些搭配感想。那我手里现在是有几个颜色啊，就是第一次327发布的时候呢，比较受大家欢迎，比较多人愿意去购买的几个配色啊，一个就是我自己的那一双橘咖，或者叫灰橙色，这个好像是也蛮多人喜欢的，因为它材质比较特别嘛。然后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灰白色啦，内外是鸳鸯的，还有一个是这个黑粉，当时是没有拿到手，但现在我拿到手实物，我觉得还不错啊，蛮好看的。再一个就是只有女生才有的配色，就是白色有点丝绸质感的这一个版本，全白的，我觉得也不错，蛮好看的。那么除了女生这一款鞋之外呢，另外三双都是我的码数，我就有做一个简单的穿搭示范来分享一下。女码这双很明显我是没有办法上脚，所以我先拿到手里面跟你们大概讲解一下我自己的感想吧。那么首先327这个鞋型呢，经过了大概有个大半年的时间吧，我觉得还是受到了蛮多人的认可，经常在路上能看到有人穿啊，并且有买这双鞋来穿的人呢，其实都穿得还蛮好看，都不错啊。当然跟自己本身品味也有关系，不过我是觉得这个鞋确实很容易搭出效果，它轻轻松松也不用考虑太多就能穿得非常好看，也很难把它穿得很丑吧，因为它确实挺好看的。那么女生的这一款纯白色带丝绸质感的鞋呢，虽然我不能上脚或者说给到你一些穿搭的一些示范啊，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你直接可以把它当成一双小白鞋来穿就好了，你其他的一些小白鞋怎么搭它就一样搭。那并且它跟其他的一些小白鞋的区别或者说是优势呢，我个人觉得在于说它的几个不同材质营造出来的层次感，你可以看得出来皮质的部分全都是这种纤维比较长的这种麂皮和毛皮，然后对比很强烈的一个材质就是这个丝绸质感的牛面料，反光的效果非常好。那并且中间这几块绑鞋带的这个部位呢是漆皮，就是那种亮面皮啊，这几个不同的材质虽然说颜色都是一样的，但整体上脚之后呢都会有非常好的层次感，因为它们对于光线的一个反射是效果不一样，觉得这是它一个高明的地方，就是虽然说它是纯白的，但是也能营造出非常好的一个上脚的视觉效果，搭起来当然也是很显瘦了，很好看。327这整个鞋型的上脚效果都是非常棒的，不论男码或者女码，然后脚感什么的也是很好，就挑不出任何毛病，日常压马路真的很舒服。那么我顺便也来看一看我自己拿到手的男码，就是我自己有的那一双，就是这个颜色，跟这一次重新补货的，看看差别大不大。自己其实实际对比了一下，色差和材质方面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差异了，只有一点点小的区别，可能因为是不同批次生产嘛，所以皮料肯定不会是完全一样的皮料，但是它也尽量去选用等级相接近的这种皮质了。其实鞋头的前脸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自己的这一双呢是稍微比较的在绒毛短一点，就是在丝绒效果一点的那种，然后新补货的这一批是绒毛比较长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视觉看上去效果差异不是很大，这个可以忽略不计。那并且内里呢一样是非常好的这种猪皮革，非常舒服，然后这个褶皱尼龙的面料也是没有问题，都是一样的。整体呢如果你们之前没有买到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个好机会应该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一个颜色呢，我之前在夏天的时候穿的那个搭配呢，可能这个时间暂时用不了了，所以我换了一个思路，搭的稍微有一点 City Boy 的感觉。因为这双鞋本身它定位也是比较街头，比较日常休闲一点点嘛，那我搭的是这个原牛。我选原牛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搭 Studio Nicholson 的那个托特包，因为也是蓝色的，我觉得很好看，并且蓝黄绿这几个颜色我觉得是非常搭的，所以身上的那件大的衬衫和里面的那个 Polo 衫呢都是有一些黄色或者橘色的元素，也能跟这双鞋的色调稍微有点呼应。那并且这双鞋呢其实也是暖色冷色互相有一个小的撞色和拼接，那再拿一本有一点点绿色封面的这种杂志啊，是想着说以色调来搭配一整身的造型，不管这个杂志是什么，只要它是有一点这个颜色搭得上就好，
就是大概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一看啊，不知道你会给这个搭配打几分呢？这款鞋的所有搭配照片呢，我后期也会同步发布到我的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大家可以不用着急说先截图看了。那么接下来呢，是我这一次拿到的颜色，之前我没有拿到，就是这个灰粉色。但其实我觉得它中间这个粉色没有很粉，它比较像是很浅很浅的灰粉，或者带一点芋头莲藕色的感觉吧。拍摄跟实际肉眼看是有点差别了，这个大家以肉眼自己的观感为准啊。然后我比较奇怪是为什么它要用银色的这个 N 字，如果它不是银色，它只是一个比如说白色或者是浅灰色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会更加喜欢。但是这双鞋的实际上脚效果还是很好看的，它跟灰白一样，它也是内外鸳鸯的配色啊，所以它整个上脚效果呢，简洁的同时又带了一点点玩味或者说俏皮的感觉，并且我很喜欢的是它这个浅灰色的外底，我觉得特别好看。材质什么的，这个鞋跟新版的这一个材质基本上是旗鼓相当，差不多，它用的麂皮会更加柔软，更加薄一点。除此之外差别不是很大，当然了，N 字 logo 是皮质拼接的，只有这一个，其他的全都是印刷的。黑粉这个颜色配色呢，我之前没有拿到，所以这是我算是第一次搭这个颜色的鞋吧。我就选了一条之前我朋友送给我的一条条纹的长裤，正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穿它，想说拿来搭搭看吧，结果还好像挺合适的，它有一点点那种休闲又带一点慵懒的感觉，同时又有一点玩味性，因为它这种大条纹看起来有点像个睡裤，但其实它质感又不是睡裤那种质感，还蛮有意思的。但我平时是比较少穿这种图案过于明显的单品的，不是说它不好看，只是我个人没有这个习惯。那上半身呢，卫衣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啊，有点大地色系的灰色卫衣，我觉得是比较百搭的一个颜色，跟帽子也搭得上。那我拎了一个白色的托特包呢，其实是想说在整身搭配里面有一个亮点，不会说过于的沉闷。穿了一件灰色的夹克，灰色夹克是来自于侵蚀装备啊，觉得他们这一季出的这几件水洗的效果的单品呢，都做得非常不错，效果非常好看，尤其是灰色这个颜色，能非常好的体现出它整个水洗的这种做工。那并且他们这一整季呢，我最喜欢的单品也是这件夹克了，真的很好看。那么手上的一些配饰，我选了一个白色的咖啡杯啊，配一个灰色杂志，我觉得跟这双鞋的一些小的部位呢，也能有一个呼应吧。然后并且你可以看到的是，我所有的这些搭配呢，选用的袜子也都是白色的粗纹针织的棉袜，我觉得这个是这一类型的搭配必须要有的一个基础单品的。那在这里也推荐给各位，这种基础单品最好是要多备一些。那不知道这个配色的搭配你会给多少分呢？那么最后也是最多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就是灰白配色了。坦白说，它的各个不管是材质啊，还是其他的方面，跟之前那个版本基本上是没差的啊，包括里面的这一个黑粉这一双，内里的材质跟灰白是一样的，是这种应该是 PU 吧，人造革，不是橘咖的这个天然猪皮革啊。然后女生的这一个版本，它的内里呢是织物啊，就不是皮质了。我个人觉得织物其实还挺舒服的，蛮软的，但是耐穿性我就不太确定了，我自己没有这一个版本。 OK， 那么灰白的这个搭配呢啊，因为它绝对是真的就是非常经典的那版配色了，然后我在街上看到最多人穿的也是这一个颜色，确实好看，但是好像还真的太容易撞鞋了。如果你要在芸芸众生中穿这双鞋搭配的稍微不一样，可能你要还要花一些心思。当然它还是蛮好搭配的一双鞋了，因为它真的是足够简单，然后设计感也足够强。那么我搭的一整身呢，都是灰色质感的一些单品来衬托这双鞋，我想有一个统一的感觉。上身的那件 crew neck 呢，也是来自康康的侵蚀装备啊，我觉得蛮好看的。它的水洗质感呢，很好呈现出这种灰色的调子。那并且下身的这种灰色长裤呢，它是呢子面料的，所以它会有天然的一个呢子质感。然后配这双鞋呢，我个人觉得卷一点裤脚，稍微露一个白袜子的边，会有一个过渡。它内里还是有全白的一个面料嘛，虽然说外侧还是灰色的，整体的话层次感会搭配的比较好一点。那么这双鞋的搭配你们会打多少分呢？那么这是我大概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些关于这几双配色，我现在这个阶段这个时间这个季节的一些简单的搭配感想吧，一个小分享。希望这样子轻松一点的影片，短一点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快速的帮助到一些还没有入手的朋友吧。都是之前比较热门的一些配色，我这几个配色都很推荐。如果要我做一个排名呢，我自己心里的排名啊，第一名依然还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主要是因为它的材质质感真的是太好了。然后第二名呢，可能我会尝试说是黑粉色，因为我觉得它还蛮特别的。第三名可能才会是灰白，因为它就真的也不能说不好看，就是太常见，不够特别。当然它也是最保险的一个选择。至于女生的这一双呢，当然女生选择也蛮多的，不止这一个小白鞋。但如果你有在考虑一双小白鞋的话，真的不妨尝试一下，我觉得它还没那么容易撞鞋。一二三四，这就是这四个颜色在我这里我自己对它的一个顺序，排位的顺序啊。这四个配色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给它排位呢？
你们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刷一下看看。那么对于327这个鞋型呢，我觉得同价位来讲啊，它这样的设计感，它的易搭性，它压马路的穿着舒适度什么的，各个方面我觉得是对它没有什么怨言的了。对，我觉得它还是蛮不错、蛮优秀的一双鞋款了。那这几个配色呢，其实应该同步也有在 Universe 的店铺有发售了，感兴趣的话，这次的机会不要错过了。对，整体大概就是这样子一期比较简短快速的分享啊，希望能够帮助到还在犹豫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呢，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就点一下订阅。那我是洛克，我们下期再见。